我的菩提心，我的愿力，念咩啊？就是咱人念佛咧，哦，念咩脚酸，念咩腰痛，念咩头壳痛，念咩膝膝吊，念咩胃痛，念咩腹肚枵，念咩寒，念咩热，哈，这袂好势。那么咧，这就是咱人的心啊，因为咱就是受这身躯的影响，啊，受这身躯的影响。所以这个人，这个所在讲，咱人投胎了就受这五阴的束缚，哈，束缚了就影响去啊，哈。念佛的修行人呢，正业的果报要生成的时阵，哈，即将舍弃这个畜生的五阴，思想伊内心的五阴的时阵呢，叫世界莲花呢，忽然间就现前，啊，忽然间就现前。这拢是唯心所现的境界，并无来去啊。来去就讲我精气西方，或者是阿弥陀佛来，哈、啊，所以无来去，也无比极乐国土甲诸娑婆世界之上，哈、啊。所以讲，咱来临命终的时阵啊，哈，那么就看到这个莲花，哈、啊。当然，这是讲有修行的人，哈、啊。意思讲，这世人的五阴要结束啊。啊，后世人的五阴要现前的时阵，那么呢，就可能看到极乐世界。咱也是念佛的人，哈、啊。那么如果无念佛的人呢，有的人就看到鬼啊，看到鬼，哈、啊。啊，无呢，有的人呢，啊，看到阿公妈，啊，遐往生的人，啊，往生的人，啊，无呢，看到鬼，啊，无看到祖先，啊。这是无学佛的人啊！啊，若有学佛的人呢？那伊只过去的祖师，有的人是看到佛，三个月前已经看到佛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或者是讲看到莲花，啊，也是看到极乐世界，啊，这就是爱有修行，哈、啊。那么咱较无修行的时候，就是到上尾啊，要命终的时阵，啊，也无会看到，啊。那么佫较歹的命终嘛无看到，到长归了后，哈、啊，那么呢？再看到、啊、所以这个无量寿经讲如在梦中啊，如在梦中，什么叫做如在梦中呢？就是讲下品往生的人啊，你命中的时候，伊若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哈、啊，如在梦中呢，看到阿弥陀佛，嘛会往生极乐世界。什么叫做梦中啊？梦中就是讲，比如讲你即马坐伫遮，哈、啊，假使啊，咱下面要做一个梦，梦讲呢，啊，我去台北。啊，去101大楼啊，哈、啊。那么呢，听讲坐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坐迄、那、落、個，还阁电梯啊钱呢，吼，几落百块。哎，去你梦到遐，哈、啊，还是讲你梦到讲我咧坐火车，哈、啊。但是你即摆的时阵看袂到台北，哈、啊，看袂到台北。但是你即摆只要睏落去啊，就梦到台北，梦到台北，哈、啊。这是比如啥呢？比如讲，咱即卖念佛，有个人念到断开嘛，无看到阿弥陀佛；念到死嘛，无看到阿弥陀佛。哈、啊，但是如在梦中啊，就亲像讲，你即卖断开死了啊，就亲像讲咱人诶，即卖清醒诶时阵啊，讲叫我看即个台北，我看袂到。但是呢，睏去啊，啊，我梦到台北啊，我看到即个大楼，啊，迄、那个梦中都看到。啊，但是咱即卖看袂到，哈、啊，梦去诶时阵。就爱就看会到，哈、啊！啊，如在梦中就是讲，咱你日念日念念到死，念到断开，嘛无看到阿弥陀佛。但是死了后断开了，就亲像敢若做梦，睏去了哦，就看到阿弥陀佛啦，看到阿弥陀佛。所以这是如在梦中啦，哈、啊！所以如果呢用这个程度的分别，就是讲，如果依照过去的祖师，三个月前，哈、啊，为人一年前。阿弥陀佛讲啊，是菩萨佛讲啊，哈，或者是看到修行的时候，看到花啊，看到这个光啊，哈。那么为我三个月，哈，为人三天，对无？为人三天，啊，为人到临命终的时候，哦，佛看到啊，临命终一点钟以前看到，哈。那么这愈来愈短啊，啊，为人到要往生的时候嘛无看到，哎，断开了。死了后才看到，这种的就是真像无量寿经来咧讲，如在梦中。但是如在梦中呢，迄个时阵断开了，啊，嘛会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嘛是会往生极乐世界。那么这个因为咱甲阿弥陀佛的缘呢，深甲浅啦，吼。如果缘深的人，
啊，未往生的时候就会先看到，哈、哦。那么伊这是那恶业的人，就是比如讲啊，要对鬼道的人看到祖先啊，看到一挂往生的亲戚朋友，哈、哦。啊，那如果搁较歹的人，就看到牛头马面啊，看到一挂鬼啊，哈、哦。那么啊，那有的人升天是讲哦，看到天灵啊，看到鬼神要来接，哈、哦。过去古早话讲，请看咧，请甲对来啊，要请去天灵，天灵有请甲对来呢，哈、哦，你要升天，搁请甲对来甲你请，哈、哦，甲对咧，拜几拜，要咧升天啦，哈、哦。那么有诶，过去诶祖师讲，哦，要往生极乐世界看，宝幡宝盖满空牌，哈、哦，天顶咧宝即个宝幡宝盖咧，哈、哦，看到阿弥陀佛来。啊，天顶咧，佫有无量的这菩萨天灵咧，吼、哦，才有欢有界有乐器，哈、哦，拜几拜，拜几路，要去求说，甲这条路拜几拜，哈、哦，拜几拜。所以这是看缘深甲缘浅，但是上歹的、上歹的、上歹，就是讲到了临命中断开的，诶，进前的嘛拢无看到，哈、哦。那么就表示讲咱修行的根基较无遐高，但是。如在梦中啊，就是讲，亲像你睏去了，就看到啦。啊，你若睁开了，就看到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讲这就是讲，咱念佛人要有信心嘛。莫讲到临命中要睁开啊，讲也无看呀，也无看啊，啊，对不？也无看的，就无菜啊，对不？肯德基拢无食着。啊，啊那啊讲早知念佛嘛是安尼嘛，歹念佛啦，对不？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来了解讲，哦，你到临命中，我拢无看到，嘛无要紧，啊，坚持哦，坚持到断开哦，断开了，如在梦中，阿弥陀佛接去极乐世界，啊，所以咱一般人，即卖一般普遍来讲，啊，较无遐迄个，就是讲，拢是到临命中也无看到，啊，到死的时阵断开之前嘛无看到，啊，啊，那过去祖师就讲，阿弥陀已经来啊。啊，等三天啊，吼、哦，那么呢，等一点钟啊嘛，有啊，咱看净土圣贤录的吼，啊有在家人嘛有啊，在家人讲阿弥陀长了来啊，阿弥陀长了来啊，歹势徛遐久吼，啊长了来啊，啊那么伊就是讲伊的缘已经较好吼，伊、哦、就先看，啊咱有个人无就是到遐吼、哦，那么我讲的意思就讲，咱一定要有信心，虽然到临命中到断开以前嘛无看到。啊，无要紧，啊，只要你断开了，就看到，就看到阿弥陀佛，啊，所以爱唔好讲话，就啊，到尾是反悔，啊，真正佛陀在世时阵一个 BQ 啊，修行啊，伊讲话做初禅当作初果，四禅当作四果啊，啊，结果哦，家己感觉足严的，我阿罗汉果啊，啊，结果到临命终的时阵，佛陀甲伊讲，大家甲伊讲，伊嘛歹信啦，吼。啊，到临命终，家己搁自以为是啊！到临命终的时候，讲哇，啊，我临命终乃升天啊，天灵要来接啊！啊，我毋是解脱生死啊嘛！啊，安尼胡弄骗人诶，无迄个阿罗汉，无迄个了生死，同款嘛是轮回啊！啊，安尼诽谤佛法，啊，诽谤佛法，安尼诽谤佛法了，临命终的时候诽谤佛法，啊了对落去啊！所以咱念佛的人，我讲。到尾啊，是想要去懊恼，啊，感觉讲啊，我一生念佛无效，也无看到佛啦，哈、啊。那么呢，咱来坚持到这个最后，哈、啊。那以念佛来讲，所以这个是讲缘的关系啦，哈、啊。所以这个所在讲到临命终，伊就现前啦，哈、啊。所以《四果修行严经》内底讲众生临命终的时阵。还未下离这个暖处，就是身躯搁烧烧啦，哈、啊，身躯搁有烧的时阵，一生的善业之业，哈、啊，善恶之业，一时呢顿时显现，哈、啊，《楞严经》讲，众生临命中死的，还未身躯还未着冷的时阵呢，哈、啊，一时之间，一生所做的善恶业拢造出来，哈、啊，迄个时阵心中如果存想，就是向顶头飞，哈、啊。必定会当呢，啊，生于天顶。那是在存想的心中，啊，兼修福慧，兼修智慧，以及清净的愿力，自然会当心地开明，见到十方诸佛。一切诸佛的国土，啊，虽然拢会当往生，
这是楞严经内底讲，楞严经内底讲一个纯想，啊，到一个纯情，纯情就是执着，执着的人就是对对落去，啊，纯想呢，如果依然即卖讲，我就重视即个精神生活的吼，叫做想，啊，若重视即个物质的啊，吼，感情的吼，是情，情是对落，哈，那么如果依即个楞严经内底讲想呢，就是心。啊，这个人如果心啊真超越啊，拢是远离这物欲的执着啊，还是讲远离这世间的执着，一是叫做想啊，注重伊的精神心灵啊。哈、啊，那么呢，咱来依咱念佛的人讲，我就啊，咱有去研究这个佛法啊，咱嘛是属于注重这个想的人啊。好，虽然讲咱修炼无介好，但是咱若甲世间人来比较，世间人拢是执着在情，啊，执着在物质。但是呢，咱有学佛啦，有研究宗教啊，是讲特下，就是有研究这个精神，有去思考，啊，生死的问题，啊，有思考讲来世的问题。那么呢，就是讲较重视这个精神呢，啊，提升。这种的人，伊是向上飞，哈、啊。啊，如果是迄、那个执着人是向下坠落，啊。所以这楞严经内底讲，如果这种的人各有法官，哈、啊，依清净愿力，对当到西方的国土，哈、啊。过来讲法智大师讲，必须要真爱临命终的时候，家己看到坐在金色莲花之身，已经是比极乐国土当中的化身五音，嘛是这个意思，哈、啊。所以这段意思讲，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，啊，跟咱的娑婆世界其实拢无距离啦。啊，拢是众生的心中的一个影像。那么看咱众生起什么心，咱也是有愿力，哈、啊，有慈悲心，有菩提心。那么自然呢，就甲阿弥陀相应。啊，咱若讲阁继续执着分别烦恼，那么自然呢，甲娑婆世界相应。那么临命终的时候，有这个心，各愿力，阿弥陀佛自然往生，免烦恼远啊，哈，免烦恼远，自然就会到，哈、啊，所以咱要有信心。阿弥陀佛一定会往，会甲咱接引，所以讲唔免烦恼，讲会往生未？只要烦恼讲咱有坚持发菩提心，安尼为着回向一切众生，啊为着要成佛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安尼念念相续来念，啊，自然就会当往生极乐世界。其他诶拢唔免烦恼，讲阿弥陀会来无来？那是到临命终一念嘛，莫怀疑，啊，安尼咱自然就会当往生，啊。好，咱今日讲到这哈，啊，请起来哈。啊